黄色的、红色的来讲的话，哈，那个黄色的伊嘛袂避红啊啦，啊，伊袂避红啊，伊就是安尼，哈。上面，哎，上面是雄的，哎，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才是雌蕊。然后它的每一颗枝来讲的话，就是一个柱头。缠绕啊，所谓的爬藤植物它有很多种啊，像这种它就是靠树的盘绕。那有些来讲，像豆子来讲的话，它是本身会绕。然后我豆子我一不信也要那谁谁谁谁，好，那是本身的一个。所以这是所有的瓜都是有用丝来去做攀爬。对对对对，嘿，啊，所以。